那虽然今天是最后一次上课，那上礼拜是第九次哦。那只是说每一次上课的影片都在这边上面，所以你回去的话，假设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请各位呢可以点选这个就是完整连结哦，里面的话就会把我们每一次上课的这个内容哦，就是都把它录制下来哦。那尽可能的完整啦，而且讲述我也尽可能的清晰。那其实像现在疫情的关系哦，所以大家现在好像各校哦，都会很要求老师要能够做到，就是远距教学，或甚至录制影片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突然的爆量需求了。OK， 为什么？因为说真的，尽量还是大家要减少疫情哈，还是尽量这样，不要大家聚在一个同样空间里面是最安全的。哦，可是这东西当然还是要一些经验嘛。像录制，我好像跟各位讲过 ，YouTube 这影片录制的话，我大概已经做了差不多14年以上的时间了，2006 YouTube 刚开始有我就开始录制，不过刚开始当然一定录的不是很好，为什么？因为常常像刚刚有没有录制的时候忘了麦克风有没有插上去，还有呢录到一半忘了录制，或者录到一半忘了停下来，忘了切一个段落，那问题都会发生。还有呢，刚开始录制的时候压力非常大。为什么？因为很怕录下来的东西放在 YouTube 哦，这个压就是让人家看啊，这录的东西怎么这么就没有笑点或者没有什么，反正你就会考虑很多。而且影片放在上面是一个 public 大家都看得到的东西，所以尽可能我也希望说能够把影片的品质哈，尽量讲到最好了，而且哈，尽量去无存精，讲重点。OK， 不要讲一些无关紧要的，所以哦，这边之后我把重点再叙述一下。一，我们每次上课影片都在这上方，所以哦，虽然今天是最后一次上课，但是请各位务必哦，把前面的每一次课程，如果你不熟悉的话，请你再回去看看。尤其像是我们越到后面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呢，像上个礼拜所用到的东西，其实跟前面几堂课都非常的有关系。比如说呢，大就是大量写入到资料库问，其实也就是怎么样，也是一定你要学会如何建资料库、建资料表，有没有？然后本来是用 SQL， 把 SQL 变成 SQL Many， 那怎么样可以把 SQL 改成 SQL Many？ 其实呢，总共动作不外乎就五个动作，有没有？啊，如果你对那五个动作不太熟悉的话，请你再把上个礼拜的影片打开来，上面我还有特别用那个红色的笔。有没有？还有刚你写12345，你就把那个画面一起做个笔记哈，以后你大概就会了。那 SQL Many 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如果你的写入资料量非常的大的时候，但至于多大了哈，其实当然这个你每个人大概就是不尽相同。不过理论上，如果你处理资料越多，那当然用 SQL Many 越占便宜。那这时候当然，比如说你可以配合什么，比如说这东西是从哪边？从档案过来的，或者有时候是从网络过来的，哦，啊，其实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把它写入到资料库。啊，这个需求其实还蛮大，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哈，有产生资料、产生 data， 通常呢都会放在所谓的资料库 database 里面，哦，所以这部分的话呢，哈，请各位回去再把这部分再复习一下。那一些细节部分我有说明。另外的话呢，上个礼拜的第二个重点哈，就是使用这个 request 的这个 module 哈，这个这个其实也快算套件哈，它的 package 哈，然后呢，这个package 里面有一个 request 的模组的一个方法叫 get， 可以用这个 get 的方法直接去下载网络上的任何资料，包含就一个网页。所以呢哈，后面我们今天呢主要重点就是什么？上个礼拜是抓什么 CSV。像 JSON， 然后最后讲到 XML 啦，只是 XML 没有做一些实作，因为时间那当然细节也想请各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练习一下哈。那今天的话重点说，我们一样会利用什么？用 request 这个模组哈，里面的那个get 方法去抓取什么？抓取网页的资料。OK， 那抓取网页资料做什么呢？哈，基本上呢，比如说我今天需要什么？像我把这个YouTube 上面，我第一个 sample 哈，就是呢，我希望可以把这上面的这个所谓的播放清单，那一般假设吧哈，我的需求哈，这怎么又跳？我把广告哈，
假设我如果今天的需求这样 ，morning， 假设我今天的需求是我希望，因为我要整理我的YouTube 上面的影片，那这个影片上面当然我第一个我需要知道说，哎，这个影片的上面的标题名称。第二个，我希望知道按右键这边有个复制这个连接的网址。那以往如果说你要把这些东西把它记录下来，比如说放在Excel 啦，或者放在 Word 里面，你必须要复制贴上，复制贴上。那这样子的话，假设你像我这个播放清单至少几千个，如果我几千个播放清单，我每个都要这样复制贴上，复制贴上来处理的话，那这样子我恐怕光处理这些事情，我可能就永远处理不完。所以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这样啦？假设我今天的需求这样，我希望可以请各位帮我把这上面的标题先抓下来，下面的话呢，再列第二个哈，第二列的话就是把这个标题的超连结也放列到下面，然后再换下一个，那超连结放下面，就是一个名称，一个什么呢？一个超连结，一个名称，一个超连结，有没有？那如果以往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势必就是用土法炼钢来做。一般讲，点开来，然后呢，点开来之后的话，是上面有名称，把它复制，有没有？然后再复制上面这个名称 ，OK， 好，然后再下一个。可是问题这样很麻烦啊，很浪费时间。所以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帮我把这个播放清单里面的所有名称跟超链接快速的下载。就是下载，然后我就直接可以第一步啦当然我们先不要放到资料库，未来其实你们可以把它下载完，然后假如把它写在资料库，当然是这样后续可以这样练习。那要怎么做首先的话，请各位也许先稍微看一下我们这个单元里面的话，请各位看一下第六个单元里面的第四0604这个网页的资料截取基础这个与这个什么外汇资料的下载 ，OK 那里面的话，当然第一个，我们除了说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主要是安装那个，就是所谓的 request 这一个这个 module， OK 有没有？然后它有错误讯息把它安装了。那今天的话呢因为我要下载的东西呢，其实不像上个礼拜那么单纯是什么 CSV， 所以它其实中间加逗点，最后换行，而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个网页它有什么跟上个礼拜有什么差别？按右键。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什么检视原始码，那实际上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原始码它就基本上长后面一串，其实这个原这其实它没有自动换行，我把它按右键直接什么按右键这个什么检视原始码，那你会发现其实它背后的原始码就长这样子，那里面的话呢，我们只要这个原始码里面的什么？里面的这个东西跟它的超连接，所以要怎么样快速的把这些东西抓出来？也就是说呢，这么多东西原始码这么多东西里面，我们总不可能说我们慢慢去找，慢慢去看。当然你可以这样看啦，只是说你这样看哇，实在太辛苦了，哪边才是我们要的东西？所以呢，如果说呢，我们在这么大量的原始码里面，要能够很快的找到我们要的那一个资料的部分的话，你可以借由一个很重要的模组，叫做 Beautiful Soup， OK， 版本是4，所以它的名称就 Beautiful Soup 4。所以待会的话，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怎么样安装这个 Beautiful Soup 的这个套件那个 module， OK 那这个 module 的安装方法其实跟上礼拜一样就是你是吧 pipe install， 然后后面加一个 Beautiful Soup 4这个名称。装好之后呢，才可以利用它来做一些事情。那第一个案例就是下载什么播放清单里面的标题跟它的网址要怎么做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这上面的稍微看一下。那待会呢，我们再来看这该怎么做啊。其实如果你用 Beautiful Soup 来下载资料的话，非常的简单，因为程式真的很少，大概只有这么少一点点而已。那你只要把这些程式写完 run， 它就可以帮我把什么刚刚这个播放清单里面所有的一到总共我们9段的它的那个名称跟里面的超连接帮我列在下方 ，OK 那怎么做？请各位先试一下，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所以上个礼拜稍微比较单纯因为它没有说像网页里面有这么多的一些原始码。那特别注意当然我讲原始码里面
你稍微还是要了解，因为它原始码里面基本上就是有两个最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就是 HTML 的所谓的标签语法 ，HTML 的标签语法，第二个的话呢就是 CSS 的样式表档 ，OK， 那当然哦，一个网页里面最少会有这两个东西，不过特别注意哦 ，HTML 是必要条件，但是 CSS 哈、哦、不是必要条件。OK， 哦，所以一个网页哦，你可以有，就是说，没有 CSS 也可以是一个网页，但是呢，哈、哦，没有 HTML 就绝对不会是一个网页。OK，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我们这个 Beautiful Soup 哈、哦，它最大的用处哦，很简单，就是帮我们找到网页里面你要找的资料特征，它放在哪里。那你就把那个特征找到之后，他就帮你把那个特征的资料抓回来 ，OK， 好、哦，大概是这样子，有点像帮你找你要的东西在哪里，然后呢，所以它里面有对应两个最重要的方法，如果你要找一次的话，就是用 find， 如果你要找所有同样特征的资料，就是用 find all， 有没有？哎，有点像那个什么读取那个有没有档案嘛？读一行就是 read line， 读很多行就 read line 加 s。那这个概念就是说 find 找一次的话就 find， 找全部就是 find all。OK 哈、哦，那、啊、至于要怎么操作哈，待会我会用实际的案例来跟各位做说明哦。啊，其实 Beautiful Soup 简单讲讲，反正就是帮你找网页里面你要找的资料，只要你跟他讲哪些特征，他就帮你把那些特征的资料全部都抓回来。OK 啊，所以哦，可能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你要先安装 Beautiful Soup， 第二个。你要知道如何找到那个资料的特征在哪里 ，OK 啊？如果你有这两个讯息给他之后，他就会帮你把你要的资料全部抓回来了 ，OK 哈、哦、啊？你也不用说全部把原始码全部看懂才能抓到资料哦 ，OK 啊？当然我跟各位讲了，这基本的可能你如果有时间的话，最好还是稍微了解一下什么叫 HTML， 也就是网页背后的这个原始码。它的组成的那些标签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最好是也看得懂。那当然相对的哈，你对于你将来在做就是设计所谓的网络爬虫的时候，相对的哈，对应关系就比较的好掌握。OK， 所以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哈。